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戒指怎么掉色了？哪里掉色？看。啊？你看，这个是你涂上去的吧？这个黄金的，怎么可能会掉色呢？你是去了9.9块那里买的？不是啊，花了2K 买的。怎么掉的那么厉害呢？你看这里不是有那个牙齿痕吗？你自己咬一下，黄金它咬的就软的，其他的肯定咬不动的。我咬铁我都能咬得动，你说咬这个黄金？我拿单给你看一下，你自己看有单有据的，足金4.9，2.25克，这个是不是1544？你自己看是不是？那你是店名什么都在上面。哪里会假呢？我就金店买的。那你是被骗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人家那么大个金店怎么会骗我？ 你拿把刀过来，我刮一下，看能不能刮得掉色。你看这里都掉了，这里也掉了，这里也掉了。那你刮一下。这里掉了，带出去丢失。你不要刮那么重哦！哎，等一下，几十块没了。轻轻刮一下，看能不能刮得掉。但是，我不敢用力刮。哎呦，不要刮了，不要刮了，不要刮了！你掉粉了，你看，这不是黄金色的粉吗？呀，你还咬它，咬它，你干嘛还咬它？人家咬的软的，就是真的嘛，试一下。刚刚我就是咬的这里，你看都咬软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不会假的，真的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改天上街了，我跟你去金店那里问一下。它怎么会掉了那么多色呢？哎，那我就不清楚了，你不要刮它，刮的心痛，不要刮。你看，你都被你咬成这样子，丑死了。